其实你是感觉到每次回想其实很明显的只是我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不可以，你到底可以做好什么？你确定你要读这行？这行可以赚钱的吗？为什么你这样多问题啊？为什么？就只有你最多问题。 永兴，啊，你 OK Are you sitting here?